来剪个预告当封面。嗨，各位，跟陆府的老帅哥 Rio 借账号来玩一下集训猴子，因为台服还没出嘛，但是未来会出啦，我来试玩一下哈。23招比集训流川还多哎，我们先用这个折返突破，大招左右晃动运球状态下点击折返不多，要开大是不是？大绝加突破键，好，按表演时刻加突破，大招不用能量哎，真的哎。是可以一直按是不是？大招极板投篮，我看一下，大招背后运球状态下进行极板，再点击极板投篮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欸、有点难，有点难啊！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可以，我现在怎么不能动啊？怎么不能动？他一直原地运球是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让我动一下。而且他这个表演时刻按了之后，他只能前后、欸。你看我的方向键，我不能往左，不能往右、欸，接不到，好难玩的，这么难玩，这个手搓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成功了！哎、欸，因为他那个是有一点后仰，这样子进了，三球进一球，哎、欸。这个表演时刻会不会中断？他一直持续耶，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按了，我手放开，他还一直给我在那边运球，一直装逼。谢谢阿彤彤啊，这怎么中断啊？他一直在装逼耶，不能中断。干，哎，不能中断是啥小啊？不给中断呢？哎，有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加一招后撤步投篮，胯下拉扯运球状态下点击后撤步投篮。这样子，哦，也就是说齁，他这个大绝算是不用能量的大绝，然后他只要在这个表演时刻状态，就是有很多种出手的方式这样子啊，像这个就是直接点投篮键，他就会变成后撤步投篮啊，也可以不要在那边运球运那么久，你可以表演时刻按下去之后马上按投篮键，他就直接投了。好，下一招急速低位上篮，技能释放区，哦，这直接按这个就好了，他、啊、可以突破加急速低位上来，一段，穿挡过人，正前方大招背后运球状态下点击穿挡过人。哎，他你们看哦，我现在在表演时刻状态啊，右边的这个技能会变，急板后撤步折返，急板后撤步折返，一直在跳，哎。这样你在玩逆命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要抽牌，再点一次表演时刻可以中断吗？不行啊，点了没用啊，他就是在装逼啊！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再运球了，兄弟？好，你看哦，我在他前面，表演时刻加突破，直接过去，这样子。OK， 穿挡转身上战斧，穿挡过人状态下点击穿挡转身战斧。这样突破之后要马上按那个转身战斧，不然他会继续装逼运球。不要再装逼了啊！好难好难啊！这一支我觉得比剑道还难，剑道是你接机按的对就好了，这一支还要看站位，还要看时机点，这一支更难。哇、哦，不好按，这一招不好按出来。我们按下一个，一步防守上来，对手处于正前方盯防状态时，在大招胯下拉扯运球状态下点击一步防守上来。是我的问题还是我看不懂？没按出来，哎，按出来，怎么按出来的？其实我都不知道。啊，怎么被超解了？靠腰。Fast as fuck, boy. 他是不是看我没有、啊？这招就比较好按，比刚刚那招好按多。刚刚那招真的是有点难。还没进，然后下一招回拉小勾手了，一步反手上篮状态下点击回勾小拉手，就是 上一招的二段吧，这样子，它只有瞬间而已，哎，你这样出去的过程中，你要按那个小勾手，我觉得非常吃反应。再来下一招，人球分过，大招晃动下点击人球分过。哎呦！哦！
有点帅哎，不过这个实用性是就拿来过人这样子。哦 ，ankle breaker， 有点帅，有点帅，哎，很骚，很骚。拉球分过，人球分过，状态下点击拉球分过，哦，啊，按两下就好了。人球分过，状态下点击拉球分过。OK， 按两下。转身反向挑了，人球分过，状态下点击反身转向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这支其实我觉得 tempo 很重要，你要知道他下一招是什么技能跳出来。比如说这边是人球分过，然后跳几板出来，然后再来下一招就是那个人球分过了，对，然后再加个挑篮，这样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角色下一招会出现什么。啊，你一瞬间没按到，就那一招就要再重来了，就理解成逆命的抽牌就知道了。挑篮，这样子，转身几板。人球分过状态下点击转身击板，应该是按两下啦。等一下，人球分过状态下点击转身击板，就是你在吃我火锅啊？哦，懂了懂了。击板。就是他人球分过有很多的招式衍生出来，他可以这个在接投篮吗？试一下，有没有？动作还没结束，他就镜头就给我转掉了。背运过人，折返突破状态下点击背运过人。OK， 这就一般的过人招啦。Thank you。哎呦，怎么被抄了？吃我火锅啊！吃我火锅，大概就两段过人的意思。下一招死区反身上折返突破状态。哇靠，这不就跟花形的技能一样吗？就是你必须要把它转身到这个地方，这两块小地方才有办法发动技能。有了，成功了。哇，这个要玩的六真的难。好，这现在有了，刚好在那个区里面，它就会触发。好，这边没有在那个区里面，它就变成灌篮。急停拉杆挑篮，重点是要把它控制在哦，就是你想要进入死区就进入死区，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。有了，成功了。那我成功率有点低啊，按十次可能成功一次。空接背身灌篮，击板状态下在技能释放区点击空接背身灌篮。帅不帅？哇，这个如果成功在比赛中用出来，真的超帅的啊！真的超帅！哇，而且成功率算高哎，后撤转身拜佛，后撤步状态点击后撤等，是不是像那个原本的猴子那样子？就是它会有一个转身动作，是吗？哦，假装要后撤，结果转身，我会了。拜佛击板，后撤步转身拜佛，状态点击拜佛击板。哇、哦，这个要一气呵成，有点难啊！帅，画面还没跑完啊，明明就按成功，可以，又成功了，又成功了。下一招，双转反身上篮，后撤步转身拜佛，状态下这样子哦。这样子，哦，他可以选择击板，也可以选择直接转进去上篮，这样，这样，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OK， 下一招，脚顺步果冻上篮，急速低位上篮状态下点击顺步果冻上篮，哦，就二段，这招就一般的二段这样子。下一招突破顺步上篮。突破状态下点击顺步上来。哦，你可以原地这样子急速低拉上来，原地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突破加拉低位上来，它有一个小加速，顺步前扑抢断，顺步加速前扑抢断，
工程哦，瞬步加速加抢断就会变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抄到的话，是不是就变空位了？加一招瞬步飞升大帽，瞬步加火锅啊，这两招就简单多了。好，瞬步过去，哦，跳好高哦。以前的猴子是跳步加飞锅嘛，那、啊、这个是瞬步，哦，好高好高。OK， 好，我们再用一次那个给大家看，三分，这球有进的话应该是三分哦，进了，是不是？我大概抓到距离了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开始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有没有熟能生巧啊？熟能生巧啊！好，大概这几招吧，我们去实战。